严厉声音，你甲伊问。啊，当即满即个男将技师，哇，两脚全软落去，全爬伫涂骹，不停啦来磕头，甲和尚一直来发怒讲：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唔敢咯，我以后唔敢咯。大家这个代志，伫身边的人一位诶和尚诶使者，伊讲讲，哦，我嘛去惊着咯，真是吼、哦、天网恢恢啦，疏而不漏也。尽管伊诶行为做遮毋对诶代志，还未受到国法的这个制裁，但是呢，因果受应啊，生活治着这个病呢。啊，伊听到，互伊了解讲，伊做唔对的时阵，伊敢那亲像吼，去接到判决书共款安尼，国法的判决书，心惊胆怕，好亲像魂魄拢无去安尼。和尚嘛真自卑啦，用疲软的这个口气来讲：“你先起来，去坐好。你哦，唔哪干啦，阴人的妻女，你还佫欺骗你的老爸老母，背叛着你的妻子，不忠不好。”可以说是一个杀夺淫妄无所不为，如果你若无改邪归正，阁免偌久啊，你的规身躯一直烂去，一直烂去，怎来死亡？死了后呢，你阁会对地狱来受苦。这个时阵，这个、男众技师又过一次跪伫这个和尚的面头前来伫磕头，双目流着目屎，伊甲和尚讲，甲和尚来发愿讲：今后啊，我唔敢阁做歹代志咯，希望要拜老和尚为师。自此以后，重新做人，要做一个虔诚的一个佛教徒，要求和尚，你甲我收留好无？和尚轻轻的点头，了，请伊起来坐。佫甲外口的甲因师姐拢叫叫入来，老和尚利用这个时阵来向大家来开始五戒十善，忏悔着消业的这个道理。因两阿母毕恭毕敬来听着。和尚也开始，第个日头在要落山的时阵，应该就充满着法喜来离开佛寺。事后了后，这个两翁仔某见过师父来发露忏悔。这男众技师的病，一天一天来好起来，无外久了后，这个病全好起来。啊，伊都伊以前捌学着这个剪裁，三个这个裁缝师
的这个手艺，哇，第一间服装这个厂内底做了着技术指导。目前啊，因夫妻每日那下班了后，就是念经、念佛、礼佛，每工拢固定的这个时间在共修，啊，过着一个真美满、佛化的这个家庭。在这个所在，这个典故、这个事故，甲咱开始因果不灭。尤其是目前这个社会，色情非常的泛滥，真侪年轻人接触了荧幕，很好奇啊，对这方面没有节制，而来影响了身体，甚至一些腹部都来犯了了。在我们中国来说，好为必行完，淫为万六秀，在这红坑社会好好挚爱，修了这个道德，并完所有的在家技术，女中贞洁，男中道德，这社会才有法度来好好成平，不然者各种的这事件会发生。真多真多，拢都是男不中良，女不贞洁，造成社会家庭的这个混乱。这个家庭若不完满，会造成社会的不安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即便大家若看到这个节目，如果已经有不对啊，那就赶紧忏悔。如果唔捌发生过的人，好好即心自爱，将来福报无量啊！而且祝福大家阿弥陀佛。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阿弥陀佛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，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，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繁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后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
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